的地方我就不知道啦，但是在这边就只有梅登峰是这样而已。给我们老人家拿那个纸张给我们去烧呀啦。他做得很对啊，每个人都需要吃饭啊。很多老人家啊，没有钱的啦，他会给他吃的，去哪里找呢？一个人家好。我的名字叫王丽儿，我今年已经65岁了。我们在这一区已经相处了几十年，多多少少有一种感情吧。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手艺，学问又不好，所以用饭菜帮助需要的人和回归社会是最恰当的。我想到我自己可以印那个餐券分给老人，等他几次需要他来拿也是不错啊。简简单单的一盒能够帮到老人解决三餐，填饱肚子，我看他们吃得开心，我也很满意。当你看到你帮到那些人吃饱了，展开那些满足的笑容，你觉得很开心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做小贩和帮助别人虽然是出钱出力，可是我觉得一点也不辛苦，内心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。